家好，欢迎来到脑包生活。今天呢，这个是我之前腌好的，应该是前几天吧，前天做的这个雪里红啊，芥蓝雪里红。那我想说，给它拿一半出来，拿一半出来。我前天做的芥蓝雪里红，它两百，拿一半出来，我要来炒雪里红。那就开始吧。做的雪里红其实不会很咸，那我把它水洗一下。Thank you.
好了，这是我做的芥蓝雪里红，炒芥蓝雪里红，我吃一下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好吃。嗯，很甜很香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